刚刚来逛这一间选品店，这是涉谷的本店，本店很大，然后上面是香氛，外面长这样。Tomorrowland 在涉谷的路边 ，Tomorrowland 的对面就是宫下公园。我又再来吃一次这一间表参道烧肉，那这次带我两个朋友来，然后我们点了单点，很努力的想办法点。哇哦，看他表演，哇，松露，看你的反应啊。到底好不好吃呢？怎么样？很好吃，而且你真的吃一口，嗯，不好意思，这来宾太紧张了。好吃吗？好吃。也是开箱时间，这是 YLDK 的袋子，很怀念这个袋子。之前来东京，每次买就会带个袋子回家。然后呢，都买了双袜，这袜真可爱，我买一个。饰品盒子那个质感摸起来超舒服的，很像涂料。这个戒指超级可爱，装饰在中间超级可爱，或者是可以转过来戴侧边这样子。Super A 我很喜欢这件里面的那个感觉，是那样可爱。它是线香，是 Hinoki 的味道。我这个人没有在喜欢点线香，但我还是买了，主要是因为其实我原本想要买它这个味道的其他东西，可是它其他东西就是香水有精油，所以油油的我不太喜欢。然后第二个是它的其他的副产品都太贵，比如说它的扩香，就是插着扩香，它的瓶子太重了，我想说真的不行，我得买一个最轻的，所以我买了线香。然后说不然我回家挑战点点看线香，好喜欢这个味道。这个牌子一力推荐我的，然后我就一闻之下发现我很喜欢其中的一个味道，烟草味。现在这个就不方便打开，回去再开给你们看。它非常的木质调，然后加上烟熏，它是一个香砖，放在衣柜里面或者放在房间里，它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的那种香砖。多买一双袜子，日本设计师品牌袜子，觉得很可爱我就买了。我蛮喜欢这个品牌的选品，也有香氛啊，一件日本可爱的衣服，很日牌会出的那种花纹啊。我又去了第二次，上礼拜去跟这礼拜去的东西完全不一样，怎么可以就是更新速度这么快，我觉得很惊人。上衣是双拉链的，但它比较长，然后圆领的，我没有想说那我可以买这样。鱼尾裙，今年东京路上全部的女生都穿鱼尾裙，欸，好漂亮，我一直被他们的裙摆吸引，然后还偷拍那个女生的那种漂亮的裙摆的那个感觉，哦，心情看得超好，我简直就是变态，拍女生穿裙子的样子。我又买了 Labo， Why？ 身体乳护手霜，就是我很喜欢的 Hinoki 味道，可是因为它常常缺货，所以想说哦，那我可以来补这个味道。因为我的沐浴乳护发霜就在台北用的，我都是用的味道，洗澡的味道真的非常推荐。然后我的洗手乳也是 Hinoki 的。我们点了一个这个，你说它这个是什么？意大利还是什么？意大利的甜点。对，我记得意大利的甜点。这个外面这个是开心果，然后它那个外面的那个皮有点脆脆的。哎，被我们吃的很丑。我觉得这个栗子最好吃，我最喜欢这个。我的第二名是它。然后下面有巧克力脆片。然后它里面外面的那个饼干。它里面有那个栗子馅，栗子口味鲜奶油。耶，我又带罗来，我前几天来的那个乌龙面，跟伊利来吃那个。然后我都忘了拍，其实我每天的晚餐几乎都喝了美酒苏打，几乎每天都有喝。姜，我们点了一个月见烧，是蛋的烧，但他给了我们一个大阪烧的衬，超级薄的，我都没有感觉到我就是把切开的感觉。请问到底要多忙？一直在那边切换镜头，然后还点了炸鸡呢。发现他来变鸡排，超大一块。这个炒青菜，嗯，
对啊，因为我朋友之前来的时候，现在是凉爽的天气，就会没想到这礼拜要降温。应该是因为我去首尔太冷，所以我来这里想说也太不冷了吧。哇，这个很可爱耶，有个相框感。我又来到这一间中目黑的咖啡 Onyx， 然后今天我买外带杯。各位观众，你看罗穿了什么内搭？是我的，哇，是我的联名。我请罗陪我去做一件事情，我在那边拍了两卷底片，可是都还没洗。然后我朋友就推荐我惠比寿这附近也有一个洗照片，所以我现在要去洗照片。我来的某几天走经过那家店的时候，我有看到有人在洗照片，我就知道那里可以洗。可是因为我还是先问一下我朋友，因为他在这附近工作很多年，他还就跟我推荐，就是那我看到的那一家。他说他自己只有洗过一般的照片，有一次是因为他的团队在去拍摄，然后他的摄影师说，哎，等等，我在那边路口停一下，他要去拿照片。然后他就说他的摄影师就是来这里拿他洗的底片，他就说有一种莫名的信赖感，所以我来东京洗底片的初体验。我们走到了就是这间，就在惠比寿站走出来的这一间。USB カードとはメールも大丈夫。メール、メールも OK。はい。あと CD もあるし。お、うん。メール。メールにします。はい。あ、他是用那个啦 ，Win Transfer。嗯嗯嗯嗯，对，他可以用 拿 CD 吗 ？Email 跟 USB。嗯。他讲2000的，其实还蛮快的。嗯嗯。所以是1000是600块，然后下面那个包是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我买了一卷 Portra 400的，它日币2956，没有比较便宜。现在底片都好贵，连在日本买都这么贵。走。这是我就是常常在东京会来吃，一个人来吃阿泡饭，它是连锁店，就味道非常好的，它有这么多口味。然后我点鲑鱼的，嗯，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很清爽，很清爽，很棒。嗯，超好吃。我带观光客来看铁塔，结果他超级幸运在这个台上哦。捡到一片枫叶，好可爱哦！卡地亚在那个东京到处都有爬爬树，然后在表参道那里有一个圣诞树的版本。现在六本木这边是这样子的样子。这是我第一次看晚上版本的2121，另外一种感觉还蛮漂亮的。次说六本木可以去逛街的选货店，还有另外一间就是这个 Barney's New York， 中间有雕一棵树的，很可爱。那我们来试试看，可以吗？哇！各位观众。多平整的这个破切面，太疗愈了吧！太疗愈了。这个刚刚在六本木的路边走进去的那个大佛，我虽然不喜欢讲出那两个字，但它真的是有疗愈。我蛮喜欢我刚吃的奇异果，因为它奇异果酸酸甜甜的。然后啊，桃子的我也很想试看看，跟草莓，我刚刚怕说太无聊，所以我就没买。我们刚刚在外面吃的这个，就是整个在切的过程中，我居然有点想哭。我刚刚真的有点想哭，你有发现吗？有，我觉得你泛泪光。我想说，而且因为刚刚太暗了，我还说你是泛泪光了吗？你是太感动了吗？我吓到，我回来就是拍一个更清楚的版本给你，就是那个葡萄口味的大福，他给两颗。不知道葡萄行不行？哎，葡萄比较硬。不会好亮，因为葡萄比较硬，不过它还是切了一半呢、啊，还是很可爱。我来拿我的底片了，耶、yeah ！不知道洗出来会怎么样，附上那个照片在下面几秒。今天
我跟罗来找 Amber。 但今天是我来日本最冷的一天，现在是9度，你看我的鼻子又变红色了，表示真的很冷。受伤了，要来东京看眼科，不能给你们看我现在可怕的眼睛，你们会吓死，会觉得很像鬼片。哎，我刚刚看完眼科，医生说很常见的结膜下出血，然后他说看起来很严重，但实际上其实没有那么太大的问题。医生就说这个不用开药，3周内它就会自然消失。路人看到我都会吓到，所以我现在就是不管到哪里我都戴墨镜，付了没有健保的费用4000多块日币。没有拿任何药，所以我刚刚非常的伤心，我还在震惊中，为什么我没有拿任何的药？我花了7300见他一面呢。观众，我跟你们说，暌违了2个礼拜吧。这前2周天气好到不行，就中间大概8、9天到10天是那种阴天加下雨。我第一次来东京，天气这样，终于等到这个蓝天，我真的傻眼哎！我跟罗刚抓紧这个蓝天，我要回去换衣服拍照啊！加油，我们继续上工。你们会被我放进去哦。我没吃过耶，我第一次吃。这个生鱼片看起来已经太厉害了。怎么了？好吃吗？说不出话来。大家看这个油画，天哪！天哪！欸，我们三个也戏剧张力很强哎。你会觉得活着真好。朋友们来自亲历是 Sam 定的。 Sam 大家还记得他吗？上次去他家又是我。怎么又出现？你自己 Q 欸。江亲历然后我刚刚蛮前面是会剪掉8800日币的套餐，结果超级划算，表参道的旁边，所以来的路上很方便。嗯，你眼睛怎么了？他们知道啦。我先把墨镜戴起来，不然我怕你们会吓死。但我有在想，我想要放一个很小很小的图片在旁边，跟大家说我眼睛到底怎么了。不用吧，吓疯。对，我可能会把粉丝吓跑。快要好了，现在在好的路上，在好的路上。用甜的够吗？可以能够吗？我们现在是2:40来吃这个惠比寿恒宁。有这个高丽菜吗？有，这很好吃哎，非常的香甜，很甜。因为是生的高丽菜，想说哎怎么那么生，结果它超甜。你看那边的人已经吃到说不出话来了，完全不想说。这烤大蛤蜊非常的咸，但很鲜。哇哦，章鱼脚，好可爱啊！我们在代代木公园野餐耶。好，它的菜好多哦。嗯，太好吃，太
你也觉得你今天也很美。我们散步散到代代木公园附近的豪宅，好好哦，希望我可以多赚一点。这个人又出现了，而且最可怕的是穿了上次那件毛衣 的另外一个颜色。我们来吃一个很好吃的冰店，你看我的朋友夹干呢。这个是盐巴橄榄油，这个超好吃，然后那个是柿子的，很好吃，最下面的是八角，有卤豆干的味道。可是我他的脸长得像一个人。我把台北的朋友都带来了。下标是你出的机票？没有，没可能诶，造谣诶。哦，来吃这间人可以很多的居酒屋，我朋友是这样下注解。哦，这个章鱼很好吃，它这个炒山药超级好吃耶，而且还是带皮的山药，直接在日本居酒屋玩敲敲杯，确定？哎，你这是我的手机，很油。为了吸引敲敲杯啊，敲敲杯，敲敲杯啊，敲敲杯，这样他们就要喝。这是在试玩吧？好呀，很想喝，很渴，很渴。敲敲杯啊，敲敲杯，敲敲杯啊，敲敲杯。耶、yeah, ！你是谁？又是你。